两份三文鱼，你给我整条的行吗？要两个整条的。没问题。谢谢。自助餐怎样才能吃回本？我来给你们亲身示范。今天是人均318的三文鱼自助哟。还需要什么？我都可以给你现切的啊。那您给我可以给我这样一整条给我切成面条那个形状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哇，这也能满足，谢谢。看，噔噔，拍照了，姐妹们，嘣嘣嘣嘣，厚切的三文鱼，哇，这个更大，三文鱼自由啦，姐妹们。现在你头上都出来这个天使的圈圈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来一块儿啊？哦，有，你帮我。我在沉浸式看吃播呢。哎呦，不是吗？啊啊啊！这样撕搁着吃跟切片吃完全不一样。两块回本是吧？人真正幸福的时候，脑子是放空的。看，我们刚才调的泰式的海鲜汁，咱把面条给下进去。当当，我们的三文鱼面，帮忙帮忙！哎呦，帮忙帮忙！哎呀，哎呀！哇，好吃吗？你来！哇！你帮我问问黄鲟鱼能不能要一整条？那最后一口三文鱼面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吃这种东西。你就得来自助啊，你这都是吃爽。来片儿的咱也来一打一打的来。嗯，哇，三文鱼腩咱也来也一打一打的来。呀，
吃上散干了。嗯，黄身鱼是长这个样子的。你要喜欢吃香的，那它绝对没问题。它的香度感觉比三文鱼腩更要香，就是它的香多了点嫩滑。今天火锅我都不想吃了，波士顿龙虾我都不想要了。你走就可以两龙虾了，等会儿吧，下半场来吃龙虾。你去吧，我把我的龙虾给你吧，我不想吃。你觉得我吃得了俩龙虾吗？你吃得了，你能吃俩龙虾，你也算是今天为回本助了一份力了。再要个三文鱼。太爽了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黄石鱼一号两个，它其实是一条，但是它要从中间给分太长了，分成两半儿。哎呀，就这五条鱼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就回本了，连你的也回了，连我的也回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后切，这不叫后切，这叫没切。哎呀，啊，咬不动啊！它不是那种一下能咬断的。你得更多一点撕扯感。疯狂原始人。是没吃过一口黄石鱼一口三文鱼。它越来越大了。这块是三文鱼中段。哎呀，我的汁儿蘸完了，它有点呛了。吃东西真的太让人幸福了。啊，后切黄石鱼块，不是，三文鱼真的软软糯糯滑滑香香。来，今天的最后一口三文鱼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，这肯定不是最后一口。猜猜看，我拿了什么？这回不是条了啊，这回是片儿。我给你看我要怎么吃啊。来一片片，把甜虾、黄石鱼卷进去。哎呦。拿筷子一扎，哇，在我的芥末酱油里一片，哎，哇，我给你包一个吧，求求你了，给我整一个，整一个，整一个。
哇哇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剪一个，咱俩一起吃。来，干杯！哈哈。哦。好吃吧？哇，这是集中一顿三文鱼！来了来了来了。一盘一盘，当当，他不是进回来就直接这样一块一块的，他真的是整条鱼在用它片。猫桌子底下等他晚上开饭。这个橘虾，我要把上面的美乃滋放一块在我的三文鱼片上。老公，看我这个芝士橘虾。哇，好吃！好好一个三文鱼，今天只有当卷饼的料。嗯。我的波士顿龙虾尾卷到我的三文鱼里，这是今天最后一口。完美收官，第一次爽。那就再炫个龙虾、烤羊、生蚝、鹅肝、八带，会上一分钟，拜拜拜拜，关注我，带你吃遍世界各地自助餐哦。